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麦稻草 TV， 我是麦麦。因为今天稻稻跟草草都在我们的房间，他都不出来了，所以我今天就要听蝴蝶人。将我要用加加积木拼蝴蝶人，那我刚刚已经先拼了一些轮廓啊，拼成这样感觉很怪怪。那我们现在开始拼咯，我每天都会录一点，最后就是它的成果。开始吧。那我们现在它白色的脸部分已经剩最后一点点了，这样子继续把它拼完。好，那我们脸完成了，那接下来是头发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上面第一层黑色头发部分已经拼完了，接下来要来拼它下面的浅紫色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就先到这个步骤，我们明天还会继续把它继续录，那么明天见咯，拜拜。大家好，现在已经第二天了，我的蝴蝶人昨天是完成到这样子，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把它衣服拼好，那它衣服就是黑色跟紫色的，那么我们开始吧。我们现在已经拼到这样的，继续吧。那么我们已经拼到这样了，要把它换成金色的扣子。好啦，金色的扣子，继续往下拼。现在已经拼成这样咯。好啦，蝴蝶人的上半身。那么我们明天会继续把它拍完，明天就是要做它的蝴蝶跟手，拜拜，明天见咯。大家好，现在已经第三天了，那我们要来拼它的蝴蝶，这是刚刚我拼的外框，那么我们开始 go。 它里面的颜色我把它弄成白色跟浅紫色，开始拼吧。那么我们第一边已经完成咯，那么我们开始拼另一边吧。
那我们的蝴蝶忍拼完啦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帮我们在下方按赞哦，拜拜。